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无亲像人啦，七分哦，佫亲像鬼咧。我若有你种亲情啊，我是会衰死的。唉，我看，佫是要来骗钱。阿忠啊，出来，摕两千银两予伊啦。是，叫伊走。小等咧，王啊，我是你的亲戚咧，我毋是乞丐要来甲你分钱的啦。阿伯，你毋通生气啦，阿伯，咱来走啦。少爷，听安尼讲吼，敢若亲像真正是你的亲戚呢？我看吼，你甲问较清楚咧，较妥当。是要问啥的啦？我哪有这种亲戚啦？这哦，骗钱的啦！甲赶走！小陈，你是无情无义的贼死你！你安尼是会让雷公甲你讲死啦！哎，要死哦！你出去死！你莫在遐喘起来哦！我是无要甲你收尸哦！啊，这是无血无目屎的僵尸啊！阿伯，你唔通生气啦，阿伯，咱来走啦！你是僵尸，你！哦，这个王仔哦，实在收到过分的啦！小云阿爹哦，叫骗到有够可怜的。大叔，我实在无了解，这李坤弟已经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为什么王在翁佫无爱认你做亲戚呢？哦，那哩我知影，一定是即马吼，生到亲像鬼，生看哩煞嘛惊。这拢是业障，拢是因果的报应啊！当初是伊冒一个美满的家庭，伊无要好好去把握，才有今日独处的遭遇啊！虽然已经悔改，重新做人，但是必须还佫承受着痛苦的考验。才会当靠近甘来啊！多谢大叔开示。金董、玉女，恁两人赶紧下凡，找机会用善除恶。小哈遵旨。阿娘，你是讲你从什么啦？奇怪，啊，两个拢是冤家。啊！这个哪会乖乖坐伫遐？啊！这个哪会这歹？你歹人，你歹人！走啦！歹人！先破镜头！这是我的宝贝囝，你哪会生个歹？啊！你歹人，你歹人！啊！你莫安尼啊歹哦！我会乖，你莫安尼啊歹啊！你搁遐吵，这是鬼来哦！鬼起来，我歹哦！夫人啊，夫人啊，夫人啊，夫人啊！夫人啊，莫惊，莫惊，我无来，你讲要让我关起，我会惊，迄个唔算数的。我给你关起，可怜。夫人啊，好。少爷，伊是你的阿娘呢，哈？
你做人的家人，你要甲关起来，安尼敢对？无阿娘，这种小阿娘是谁人挡一条啦？这是笑的，无，你唔知是笑的。夫人，我知，我知，你哪会通安尼讲啊？恁阿娘有病呢？我哪有病？无，无病啦。我知，你有病。夫人，夫人，可怜，有病，一切唔是甲你愿意的呢。你嘛唔通安尼讲，你嘛安尼会甲吓着惊着啦，拜托嘞啦！哎哎哎，咁你即摆是啥物人？你家己知无？你莫袂记你家己的身份哦，你是阮家请的呢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果安尼哦，我叫你包好我看看哦，叫你走哦。嗯，你叫谁走啊？夫人啊！你歹人，你爱走啊？夫人啊！我来来走来见。无啦，夫人，莫安尼啦，可怜。夫人，拜托。别惊，别惊，无唔对，我是恁开钱请来的下家手啦，无唔对。唔过我是老爷甲夫人几落十年来甲我牵生出来，老爷甲我讲看会收当，官家计下，从来唔捌出过差错。今仔日老爷已经过身。夫人阁变成安尼，我拜托少爷，你好好照顾夫人好无？我拜托你，少爷，做一个好心人，拜托拜托，吼、哦。志爷，我志爷。我袂枵啦，你袂枵，我袂枵啦。啊，你哪袂枵啊？实在是可怜，我得来想一个办法。有啊！慢慢的考，慢慢的考，这个耗子腿哦，给你算。这要给我算的哦。对哇，啊，这足好算的呢。啊！你啊，厝诶，拄着迄个歹人哦，着做你甲讲落无要紧。哦，啊，安尼甲讲落，伊就会惊我。对啦，对啦，怎个算诶？怎个算诶？安尼我试看卖啊。你甲安尼甲讲落，伊就会惊我。哎，我先讲过。不是我，我是好人啦！你还讲恁家的歹人啦？不是讲你哦、喔，不是讲我，讲恁家的歹人啦。讲阮家的歹人、喔。哎，等下讲，等下甲讲。我甲讲哦。系啊系啊系啊。我甲讲哦。系啊系啊。我先去。哎呦喂！安尼对唔对？不是我啦，恁家啦，恁家啦。系啦。安尼，我个。哎不是我啦，不是我，别再甲讲，别再甲讲啦。不是讲你哦、喔。对啦，等你平气啦。丢丢，啊，中奖的啦，啊！无运歹，难无代志来悲观世面。阿弟啊！啊！阿弟啊！你去找阿姨，结果安怎？别再说了，我叫人挂出来了。叫我挂出来？这边哪有可能呢？您姨丈已经过身了，您阿姨还心念当兵，
即摆迄间厝哦，是恁表兄阿翁咧换手头啦。表兄阿翁啊，咧换手头。啊，敢会是阮阿娘？自细汉做听伊，跟阿公两个斗阵佚佗，迄、那个老片老片的阿翁啊。唉，这个囡仔吼，细汉的时阵看起来都啊乖乖啊，想袂到讲大汉的变。变个六亲不认啦！表爷六亲不认，阿爹，变哪安尼嘞？哼，唔哪安尼嘞？伊讲向我这个面啦，人无成人，鬼无成鬼。阿爹，一定是吼你脾气歹，甲人起冲突，人才会误会你。表爷人应该是袂安尼对待人。林刚。我要找一个时间来去找伊。大灰狼，大灰狼！哎呦，哎呦，阿娘，你跑啊！我怕灰狼啊！哎呦，别怕啦！快跑！好啊，卖个跑，卖个跑！阿爹阿爹，伊个怪腿啊，怪腿啊，足厉害啊！卖来讲，阿爹，有你啦！阿爹了，怕歹人咧！有你啦，卖啦！我怕歹人，有你啦！阿爹，我怕你啦，你爱听无？没啦，有你啦，好啦好啦，好啦，卖个算啦吼！怪腿啊，怕坏电人，有你啦，怕伊那么电人嘛，有你啦！怕歹人，阿爹，来，你走。阿娘，我让你跑，我就无爱死，怕你袂变，怕我定啊叽叽叫。我告你拍，看看麦来。我怕歹人。阿娘，紧啊，我你拍。怕歹人，怕歹人。大人大进啊，啊，敢来舞甲着伤？什么舞甲着伤？我叫痟的拍的呢，有够衰啦！痟的，倒一个痟的啊？就我迄个阿娘，伊唔知哦，去倒伊舞一支怪腿啊来啊！哦，迄支怪怪腿啊，足厉害呢！敢呢，讲甲人跌落，哦，你嘛较轻呢？哦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！啊，唔敢唔敢哦！真嘞真嘞真嘞！袂听啦哈，王啊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啦？你要做阿爹。我要做阿爹啊，好啊。你讲啥？我要做阿爹啊。你的意思讲，你有心吗？三个月啊，春啊，敢是我的？你哪安尼讲啦？这房间敢你礼拜过尔，哪有可能是别人的？你即马有啥怕算？怕算嘛？哎，好啦好啦，有生就生嘛。哦，即马你就安尼讲啊，有生就生，你要搁我生的落去喏？到底当是要带我回去吗？春梅啊，带你回去，随时都会使的嘛，非得厝边边滴的嘛。哎呀，那不是讲一种啊，我是讲有媒人婆啊，带花轿来，甲我带回去一种啦。春梅啊，免那麻烦啦，我跟你讲。
我应答应要带你啊呢，就是你天大地大的福气啊呢。好啦，明仔就搬来阮家，啊？确实呢。嗯。安尼就欢喜啊。嗯。手啊！你搁怕？你搁怕？随便用法术来处罚伊诶，小可知错。咱做神父诶，应该爱用定心、爱心、慈悲心来度化世人才对啊。大师教着的是，你用孝子腿来安尼啊教训伊，这虽然是真好，但是上较重要诶，也是要用亲情来感化伊啊。不过大师啊，伊安尼啊，即摆变成安尼，伊是变啊感化伊啦。这拢是业障啊！时机若到，因阿娘自然就有办法来感化伊，业主自然就会回跳啊！小孩知影。阿明兄，小芬。啊，你奶奶家？阿明姐啊，我想讲有件代志要拜托你。不要紧啊，有什么代志哦？你做你讲啦。是安尼啦，顶一遍你从那边去找阮亲戚，啊，我想讲，我要亲身去一趟。我看哦，你也是慢去啊，你去吼、哦，伊嘛袂认你啊。是安怎讲的？我看得出来吼、哦。那个王逍遥是一个无情无义、
而且哦，伊阁作现实的。你敢知影？迄天你那爹哦，互伊气到强要气笑。迄是伊想过急事，讲话去冲犯着人。小凤姑娘，唔是安尼啦。迄天迄王少爷吼，伊偌野摆，啊对你那爹哦，偌无礼的呢。伊脾气无好，是伊去得势着阮表兄的。小凤姑娘，你含你阿爹，介绍有啥物拍袂开的架？而且，你亲像对你阿爹有啥物不谅解的所在？无着，我甲阮阿爹确实有甲拍袂开。囡仔出世来到一个充满爱的世界，请各位做爸仔母一定要用心去甲疼疼，互伊会当平安成长。千万唔通用家己的烦恼，将其出在囡仔身上，因是无辜的。目前社会经济无稳定，咱大人为着生活在打拼，不如意的时阵，暂时啊忍耐，总是有出头一天。虐待家己的子女，这是罪过，千万不可。明仔再继续收看《大慈大悲观世音》，阿弥陀佛。心头艰苦无